是你妹妹吗？是。哥，你跟谁打电话呢？副驾是吧？他已经把电话挂了。慢点，阿姨。哎呀，吃点啊！好嘞，好嘞，这边别忙了，阿姨。嗯，那你们吃着我妈做的这个可好吃了。现在越来越胖。别那个，给我加上那个。来来来，你俩多吃点。哎。这么快就吃完了？哎，快看，我出来了！至于吗你？上次一哥们找你拍广告大片，你都不去。啊，就这么一键盘，你就给干成这样了？那不一样。哎，快看，快看，帅不帅？帅不帅？说我薛大宇怎么就有你这样的朋友？啊，怎么就有你这样的发型？我致力于培养出一批有中国特色的安全。推翻以往对保镖打赏的黑色形象，培养出一批星级安全顾问的培训机构，在科学、规范、政治、系统的教育训练下，培养出一批具备侦查判断、安全防护、情报搜集、法律运用、公关技巧等领域专业知识，掌握机车驾驶、游泳潜水、紧急救护、电脑操作。大家好啊，我是那个我们学校的一个学员，然后我那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广州学校。这个学校重点培养一些很优秀的学生，我们在格斗、散打。通知下去，任何人不得向袁总私自汇报情况，必须要经过我的审批。好，知道了。哎，我说，自打上次从王治水老家回来，你丫一天就十几个电话没完，你是不是不找王治水复仇，你的人生就没点追求了？啊，精神就空虚了？还真有点。哎，你干嘛呢？在保镖公司。哎，你怎么天天往那儿跑啊？不是入股了你？没有，工作人员都去度假村了，让我在这帮忙看看。啊。可是他们去度假，你一个人搁那看着。哎，别人一个春节都没放假，今天的假都是我特批的。哎，你怎么还掺和着他们的管理吧？我说你，哎，王治水怎么跑你家窗户上去了？我，对，这，哎，来，小勇，来，来，何占勇。结果丫蹬鼻子上脸，不仅骂人还动手。腿脚利索的老爷们儿，谁能咽得下这口气？这些人你认识吗？就认识一个。谁？就是那个，他叫王川，是黑豹特卫公司的保镖，代号黑子。本来势均力敌的两个公司，这两年被你们把风头都抢光了，积怨这么深，估计这一战已经酝酿很久了。现在公司正在风口浪尖上，真要动手，无论输赢，吃亏的都是我们公司。没办法，都是靠身手吃饭的人，谁能咽得下这口气？都死！有记者，张哥，
您怎么来了？上车，换个地儿。这是谁呀？等会儿再跟你说，你快点，上车。